缘起。如果说有一种人生华丽而不刺眼，洗尽铅华返璞归真，历尽世间的奢华百态仍清澈如水，那么这种人生非弘一法师莫属。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，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，以官宦商富之家。少年时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翩翩公子，风流儒雅，气度不凡。后留学日本，李叔同潜心学习各种艺术门类，并有极高的造诣。学成归来，先后在天津、上海、浙江教书。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、音乐课程期间，他以其高尚的品格、精湛的艺术、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一个新局面。李叔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，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、革新家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，他一生在音乐、戏剧、美术、诗词、篆刻、金石、书法、教育、哲学、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，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，名画家丰子恺、音乐家刘志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。这位20世纪初显赫一时的艺术家，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，如流星划过夜空，却想不到于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斩断世情俗愿，从此芒鞋不纳，脱钵空门。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，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。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，法号弘一，法名演音。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著名高僧，弘一大师致力于戒律的研究、学习、实行。他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、律宗第11世祖，享誉海内外。这位在世间与佛门都有着卓越成就、具备完美人格的高僧，一生都极重视格言联璧。他曾经自称于童年横览世书，一个横字说明他对这本书不是读一遍两遍就算了，而是经常读、反复读。他成年以后仍然不忘此书，说自己30以后稍之修养，亦奉之为圭臬。大师在改过实验坛演讲中说，于自儿时既读此书，归信佛法以来亦常常翻阅。他不仅自己常常阅读，也常摘录来教导学生，写成条幅和大众结缘，并且汲取其中精华百余条编成格言别录。大师把全书分为学问类、存养类、持功类、敦品类、处世类、接物类、齐家从政汇集类、备凶类八个部分，简约明了，更方便阅读受持。那么格言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和智慧，令弘一大师一生如此重视呢？让我们追随着大师的引导，走进历代圣哲的智慧宝藏，每日采的昆山片玉就足以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叫姬玉，曾经在老版《红楼梦》中扮演过妙玉的角色，很高兴和大家一同学习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。格言别录是弘一大师
从格言联璧中辑录出来的。弘一大师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财富，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启了一盏盏明灯。这一次将由我给大家串讲一下格言别录，共分八大类，112条。如果有讲得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及时的指正。好，我们开始学习第一类，学问类。学问类，廪贤居，以体读，补动念，以知机，谨微仪，以定命，敦大伦，以宁道，备百行，以考德，千善改过，以作圣。刘中介公仁朴六条。刘中介公是明朝著名学者，也是刘宗周先生。他认为一个人应当有60的修养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对这60修养的格言进行解释和学习。廪贤居，以体读。廪是敬畏的意思，也是自言自省的意思。贤居是没有事情的时候。以体读，读是慎读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独处的时候。这两句是说，一个人在闲居独处的时候，要有敬畏谨慎的心，不敢轻易的放纵，胡思乱想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曾子曾用很形象的话来说明，如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言乎。比如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一打开电脑网络，一定要远离暴力，远离色情，远离不健康的网络游戏，以敬畏之心体会自己慎独的功夫有没有到家。这两句格言告诉我们，要内以廪除种种纷乱不正之意，外以谢绝种种诱导因素。修学的人一定要安住在这种平静的状态之中。补动念，以知机。补是预测观察的意思，动念是内心起的想法和念头。以知机，机呢在这里是机微，事前的征兆，细微的意思。这两句叫我们要观察自己现在起了什么心，动了什么念头，要清楚明了。观察这个心，随着我们阅历的提高，也会使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提前的判断和预兆。谨微仪，以定命。微则有微可畏，仪是有仪可敬。一个人的仪表端正庄严，是给人可敬可畏的感觉。以定命，命是命运，遭遇，命有吉凶祸福。这两句话是说，要谨慎检点自己的行住坐卧的威仪。比如像我们吃饭睡觉都要有好习惯，不然就会带来一些疾病。就是说不敢随便的放纵，要合乎常理，做到温良恭俭让，在生活中去落实，就可以趋吉避凶，改造命运。命运其实是完全是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敦大伦，以宁道。敦是指亲厚的意思，伦是指五伦的关系。五伦包括父子的关系，夫妇之间的关系，兄弟姐妹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君臣的关系。君臣的关系就是指现今社会单位里面上下级的关系。这五种关系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大道。
以宁道，宁有固定的意思。这两句告诉我们，为人要尽自己在五伦中的本分，如父慈子孝，做儿子的要对父母要孝顺，做父母的对儿女要慈爱，兄友弟恭，哥哥要爱护弟弟，弟弟也要尊敬哥哥，夫妻要相敬如宾，朋友交往要讲信用道义，军人臣忠，就是领导对下属要仁爱照顾，做下属的呢要忠于领导，做事认真负责，不能欺瞒。其实这几条听起来很容易理解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又做得怎么样呢？还是应该自检一下，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了，和谐了，这样我们的家庭才会幸福，社会才不会动乱，世界才有和平。备百行，以考德。备是具备，百行是道德行为，用百来比喻，也就是我们整个生活行为。以考德，考试考验都必须合乎伦理道德，这两句是说我们要具备整个的生活行为，以此考验我们的道德修养有没有欠缺。迁善改过以作圣，是告诉我们要见善则迁，知过必改。以作圣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了儒家学者的标准，就要以迁善改过的心行作为成圣成贤的基础。人其实不怕犯错误，只要能及时的改过，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，这也就是《弟子规》这本书改过迁善的道理。这六条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修学去落实的，这样我们才能迁善改过以作圣。观天地生物气象，学圣贤克己功夫。观是观察体会，观察天地之间万物生长的气象，从中体悟宇宙人生，可以开拓我们的心胸眼界。比如我们看到大海，看到天空，自然心胸就会开阔了。克是克服，克己就是克制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学习圣贤人身上的修身功夫，自然就可以成就我们的功业道德了。其实天地是与我们同根，万物与我们一体，人生就是大宇宙的缩影，我们要回归自然，与万物融为一体，万事万物都可以给我们启示，灵性的提升才有根基。学圣贤下手功夫，就是要克服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拒绝五欲六尘的诱惑污染，保持清净心，回归伦理道德，与一切人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才能成就真实的道德学问。有人说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，其实正是因为我们不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放纵我们自己追逐外在的物质享受，不知道那些都是短暂虚幻的，只会带给我们无尽的灾难，以致玩物丧志，一天一天的堕落，自己还不能察觉。圣贤人就和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就在于这里，他们能勇于面对自己，克服自己的坏习惯，一天一天的提升，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为善最乐，读书便佳。茅庐门云，
人生在世多行救济事，则彼之感我中怀倾倒，沁入肝脾，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？行善修福，帮助别人，是人生最快乐的事。读圣贤书就是最好的事情。茅鹿门，即茅坤，号鹿门，现在浙江吴兴人，是明朝著名的散文家，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。嘉靖年间进士，他曾经说，人生在世，多做帮助救济他人的事情，那么对方对我的感激怀念发于肺腑，温暖入心，能得到人心到如此地步，是多么值得庆幸啊。助人为快乐之本，积极行善，乐于助人，就是给我们自己积累福报，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，培养自己的爱心。对方得利益很小，真正得利益的还是我们自己。帮助人的方法有很多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比如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一个座位，在黑暗中点一盏灯，随手捡起脚下的垃圾，给自己和大家创造一个清洁的环境，及时为口渴的人送上一杯水，不仅滋润口唇，更滋润心田。甚至只是一句关怀的问候，一个善意的微笑，都会带给我们温暖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创造和谐社会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古人讲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因为我们读书的目标是长养智慧，成圣成贤。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得到一个好老师，交到一个好朋友。读圣贤书，就是亲近圣贤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耳濡目染，变化气质，渐渐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提升自己的灵性。不读圣贤书，不懂得做人处事的原则，就难免思想行为出现偏差，给自己以及家庭、社会带来灾难。所以又说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言语无味，面目可憎。诸君到此何为？企图学问文章，善以一微长便算读书种子，在我所求一树，不过子臣替友，尽五伦本分，共成名教中人。广州香山书院楹联。这副楹联出自广州香山书院，从中可以看出书院创办人的教学宗旨。楹柱是建筑物大厅正堂前面的柱子，楹联就是贴在楹柱上的对联。君是对人的尊称，像现在讲的先生，诸君就是各位先生。善是具有专长的意思，也有独特出众之意。上联是说，各位先生来到书院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呢？难道只是为求学问，写写文章，具有一种微小的专长，就算是个能够读圣贤书做学问的人吗？恕是推己及人，仁爱待物的意思。恕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，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包容，是达到仁德的基本功夫。五伦是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关系，名教是指礼法教育、人伦教育，
因为必须要兼端正名分，所以称为名教。孔子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只有端正名分，个人认清楚自己的责任义务，才能担当好不同的社会角色，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，繁荣健康。比如老师一定要有为人师表的样子，学生也要有尊师重道的样子。所以树道、伦理道德教育实在是家庭和睦、社会和谐、世界和平的保障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过是通过学习，让我们做儿女、做下属、做兄弟朋友的，都能够各自尽到不同的伦理本分，孝敬父母，忠于职守，友爱兄弟，朋友之间互相信任，共同用伦理道德完善自己的人格，成为一个善人、贤德之人。学问重在力行，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基础，不知道礼仪廉耻，学越多就越增长浮华和傲慢，和学问会背道而驰，不得利益。在广西凤山书院也有这副楹联，说明古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创办书院，推行教育，都是把道德修养列在首位。我们学习做人的学问尤其重在落实。何谓至行？曰庸行。何谓大人？曰小心。至是达到真实、尽善尽美的意思，至行是指圆满的品德行为，庸是平常的。中庸说中不偏，庸不易，庸行就是平常的生活。什么才是尽善尽美的德行呢？就是平常生活言语行为都能够安分守己，不浮夸，不炫耀，不放逸。大人是指德行高尚、心量宽大的人。什么样才能算作大人呢？生活中待人处事皆物谦卑恭敬，处处小心谨慎。无论是凡夫还是圣人，都要穿衣吃饭，都要面对社会和家庭，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真正的圣贤绝不会标新立异，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存心、用心，时时保持真诚、清净、慈悲、平等，热爱生活，坦然面对。道就是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，它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只要我们能够认识顺应，就是圣贤，就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。谦虚恭敬是福报的根基，不但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灾祸，还会得到大众的欢迎尊敬。小心就是代表一个人思虑周密，办事有条不紊，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与重用。小心谦卫成就自己的人际关系，成就自己的德行事业。所以德行的建立绝对离不开现实生活与环境。以上是格言别录中学问类中的五个格言，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存养类。下面我们讲存养类。存养类，存是存心，养是涵养心性。这一篇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存心、涵养德行，提高修养。存养类，宜静默，宜从容，宜谨言，宜简约。这四句格言可以算是存养功夫的总原则。涵养德行
首先心要宁静安定，言语寡少沉默，行为举动要从容安详，待人处事严谨恭敬，生活简单朴实，少欲知足。能够常常这样检点自己，自然容易止息妄念，心专意明。古人对这一段也有不少精彩的解释。明朝学问家刘宗周先生号念台，他告诫学生说，涵养品行完全得自于一个缓字，凡言语动作皆是，应试皆悟，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残见涵养。就是说无论言语动作都要徐缓安详，不可急躁莽撞。无量寿经中说，动作沾事，安定徐为，做事仓促，败毁在后。缓就是慢的意思，就是告诫我们做事要三思而行，举止安详，心才能容易得定。无论处事待人接物，心中常常有忧郁从容、游刃有余的感觉，忙而不乱，才表现出一个人的涵养功夫。这是从内心修养表现在外部的谈吐举止，自然就是镇定从容。而要达到这样的修养功夫，首先就要克服心浮气躁，感情用事。刘宗周先生曾说过，一喜一怒轻言轻动只是一种浮气用事，此病根最不小。刘宗周先生这句话讲的意思是说，容易感情用事，喜怒无常，随便讲话，评论是非，放任自己的妄念纷飞，都只是心浮气躁起作用。这是德行涵养不能成就的病根，不可以轻视。要对治这个毛病，可以多学静坐，帮助收摄福气，或者学习写毛笔字，读圣贤书，做有益身心的事，是很好的方法。以简约，古人云，简德之共也，耻恶之大也。历览前贤国语家，成由勤俭，败由奢。勤俭节约是咱们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，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，要想生存，要想发展，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。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。诸葛亮把静以修身、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，朱子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，当作齐家的训言。可见简单朴实的重要啊。谦退是保身第一法，安详是处事第一法，涵容是待人第一法，恬淡是养心第一法。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，谦虚退让是保全自身的首要方法，安详镇定是办事成功的关键，包容别人的过失是与人相处的第一妙法，恬淡少欲、知足常乐是修养心神的关键。我们华夏民族号称礼仪之邦，从小就教人谦虚礼让，古圣先贤深知，只有互相包容礼让才能共存共荣，竞争斗争只会两败俱伤。曾经有美国社会学家在世界各国做了一个游戏，三个带线的小球放在一个瓶子中，而瓶口只能容一个小球进出，交给三个小朋友每人一条线，象征三个人掉进了井中，而一次只能救出一个人，看哪国小朋友
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获救。中国被随机选中了三个孩子，一个女孩10岁，两个男孩分别是7岁、5岁。最小的孩子首先牵出了自己的小球，随后是7岁男孩，最后10岁的女孩也安然脱险了。他们说，作为哥哥姐姐，应该照顾弟弟。美国调查者很感慨，作为一个生死游戏，其他国家的孩子都是争先恐后，互不相让，三条线往往纠结在一团，谁也无法出来。这个游戏充分证明，想要保全自己，最好的方法不是争，而是让。所以古人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才欢喜退让。以和气迎人，则乖戾灭；以正气接物，则妖气消；以好气临世，则一味事；以静气养身，则梦寐甜。乖是违背的意思，戾是水流不畅的意思。乖戾是指不和之气、邪气，在与人交往时态度温和柔顺，一片慈悲、真诚关怀，就能化解一切的不和、误会、冲突、矛盾。面对天地万物，正气凛然，丝毫不存邪思杂念，妖风邪气也会退避。邪气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念行为感应来的，心术不正，背弃伦理道德，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，以致出现各种反常的现象。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反常了，所以想要消灾免难，首先要端正我们自己的心行。处理事情时，心胸浩然开阔，正大刚直，没有成见，没有分别，公正平等，不被私欲蒙蔽诱惑，一切的疑虑、猜忌、畏惧自然都可以消除了。因为存在利害冲突，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处理事情又有所顾忌，互相猜疑，或者因为见解分歧，就会排斥和自己看法不同的人，于是造成互相猜忌。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现象，就要对一切人、一切事坦诚公开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现代人因为工作压力沉重，家庭感情等各方面的问题繁杂，多数人都有过失眠的经历。其实这些问题无非是自己的欲望太多造成的，要学习放下，减少对欲望的追求贪恋，降伏妄念，保持心地清静安宁，不但养心，也是保养身体、减少疾病的最好方法。心境安稳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随处都可以安然入睡了。轻，当矫之以重；浮，当矫之以实；扁，当矫之以宽；躁急，当矫之以和缓；刚暴，当矫之以温柔；浅怒，当矫之以沉潜；稀客，当矫之以浑厚。三字经说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，然而由于环境的影响，我们每个人养成了各种不同的习惯，性情就慢慢出现种种差别，有了善恶是非。教育的功能就在于纠正偏差，恢复真心的和谐融洽，所以必须要懂得对症下药。矫本意是把弯曲的木材等物处理后变成正直，引申为纠正的意思。扁本意是衣服窄小，引申为心胸气量、见识等狭窄。稀客
是苛刻、刻薄的意思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性情轻狂的要用稳重去矫正，性情浮华的要用稳重踏实去矫正，心胸狭窄的要用宽宏去矫正。比如孔子对弟子因材施教，急躁的要用和气舒缓来矫正，粗暴刚强要用温和调顺来矫正，浅薄外露的用深沉收敛去矫正，刻薄严格的用浑厚平易来矫正，或者用言语劝诫，或者用行动引导，甚至只是用自身修养所散发出的磁场来感召对方，走出偏颇的心理误区。所谓对症下药，潜移默化，在不知不觉之间帮助他改变气质。所以我们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存在上面所讲的偏差，也可以用相应的方法自己加以调整，达到身心和谐。逆境顺境看金度，临喜临怒看涵养。金是胸怀，度是气度，金度就是襟怀与气度。弟子规讲，同是人，类不齐，每个人的心量气概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心胸开阔，对一切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；有的人则心量狭隘，斤斤计较；有的人大而化之，有的人拘谨保守。这种种的不同，平时或许很难看出来，只有面对顺逆境界、善恶纷呈、利害冲突时，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无法隐瞒伪装。越是大的境界波动，这种表现就越明显充分。真假善恶中间就从这里区分，所以脱开心量，放开怀抱，才能经得起境界的磨练和考验。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，也是人际交往沟通的手段，可是要有节制，不能放纵而失去理智。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不压抑也不过分，情绪稳定和谐，才可以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。如果情绪失控，喜怒无常，不但会有意无意伤害别人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，被人讥笑，没有涵养，还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影响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引起更多的麻烦。在喜怒情绪将要发作的时候，能够克制自己，才表现出我们的涵养羞耻。这里的两个临字，临喜临怒很重要，也就是面对境界时第一个反应是喜，是怒。我们都要保持头脑清醒，不能放任，否则一个念头把持不住，感情冲动，就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，也就谈不上涵养了。自家有好处，要掩藏几分，这是涵育以养身。别人不好处，要掩藏几分，这是浑厚以养大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会有优点和缺点，能力有高低，学问有深浅，品行有善恶，福报有大小，贫富贵贱各有不同。在社会生活中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群，怎么能和大众和睦相处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来帮助大众？古人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诲。在这里，先哲告诉我们，对自己的长处优点要掩藏一些，不可以张扬炫耀，这样可以避免因无意伤害别人而招来嫉妒障碍，又可以培养德行更加深沉踏实。如果有一点成绩，
就大肆宣扬，只会暴露自己的浅薄与浮华。而对于别人的过失与不足，要替他遮掩一些，不可以揭露渲染，使对方无立足之地。尤其对弱势人群，要更加尊重和同情，体谅他们的苦衷，怎么可以讥笑呢？俗语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这又是反映我们现代生活中做人的什么心态？人犯过失，往往只是一念之差，有他们的不得已之处。我们能够包容感化，引恶扬善，就是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，肯给别人留余地，可以帮助我们开阔心胸，更加浑厚广大。那好，我们这一集先讲到这里，我们将在随后的节目中与大家继续分享弘一大师的格言别录，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